湖中男神李易峰近日因多次违法嫖娼遭警方逮捕，男神形象一系崩塌的同时，也有人猜测演艺圈里是否还有其他艺人牵扯在内。日前就有一位王嘉尔的站姐在微博上宣布关闭粉丝站，她在文中表示希望你永远记得出发时的初心与勇气无愧于心。由于她追星的时间长达9年，因此不少人猜测该名站姐或许是知道什么内幕才会选择关站，纷纷在底下留言批评她，如果有内幕就应该说出来，让众人及时止损，如果没有内幕的话就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观战，害王嘉尔被有心人士造谣。但也有人表示王嘉尔今年在韩国的行程并不多，粉丝站精力有限，选择回归现实生活，不用过度揣测。